Donald Trump 头一场电视辩论会当正选，自后 CNN 民调，川普支持度67%，大赢拜登的33%。疫情疫情宽太平洋军演，咱台湾有关是无收到邀请。美军司令强调，演练是为着印太和平稳定。2024年，全世界上适合大城市排名，维也纳3连霸，台湾毛3城市排入前100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今年11月就要选总统，头一场电视辩论会是打扮煞，参加的是老竞争对手现任的总统拜登，甲前任的总统 Trump。拜登上受关注的就是伊的身体状况，不过这回辩论会犹原是无化解大家挂虑。伊连因民主党上届主要的政见打台权的议题都讲甲无清无楚，规人无然无呢，让因广东的人是非常失望。也那是伊的对手 Trump 是维持过去的风格，硬讲民主党施政的缺点，譬如讲是这非法移民的社会问题。辩论结束了后 ，CNN 的民调就显示 ，Trump 的支持都是67%，大赢拜登的33%。不过，某政治分析家是认为讲，这场辩论根本就是一个不知咧讲啥，一个在乌白转。拜登讲，川普是被定罪刑事罪犯。川普讲，拜登是美国史上做上歹的总统。美国在伊的治理之下，成做第三世界国家。这场是控制属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电视辩论会，两个主角在台顶，拢无暗砍，偌讨厌对方。The crimes you are still charged with, and think of all the civil penalties you have. How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do you owe in civil penalties for molesting a woman in public?被问到高通膨、价格不低的经济困境，拜登批评前任川普留下只有政策混乱，伊负责将经济发展扭回正轨。川普反击讲，家己任内无战争，经济发展真好。佮口说拜登为伊创造工作机会对象是无证移民。Like so many politicians, this man is just a complainer. He said, "We want to do this, we want to do that, we want to get rid of this tax, that tax," but he doesn't do anything.He doesn't do. All he does is make our country unsafe by allow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to pour in. 有关最高法院对提款判决的问题，川普讲民主党主政的州已将五千九个月妇女进行后期提款啊，加个拜登是目睭瞪大对，批评这是黑白讲，绝对无这代志。川普是承诺，伊支持使用对提油啊。俄乌战争议题，主持人问川普是不是同意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停战协议？川普表示无法度接受，然后批评拜登对乌克兰军援支出太过高。拜登是回应，并是直接提供资金，是提供武器协助乌克兰自我防卫。We are very, very close to World War III, and he's driving us there. And Kim Jong Un and President Xi of China, Kim Jong Un of North Korea.All of these Putin, they don't respect him, they don't fear him. 主持人问到有关非裔拉丁裔等少数族群权益保障的问题，拜登政权做了也无够好。川普是指通膨毁坏非裔加拉丁裔生活，佮指控拜登和一堆移民之辈达到这边2000万黑人的头颅。伫问到有关年会问题，川普用家己伫高尼湖球场的表现做例，讲家己体能、智能拢真好。拜登是回应家己正乐意甲川普进行一场赛车的竞赛。Just won two club championships, not even senior, two regular club championships. To do that, you have to be quite smart and you have to be able to hit the ball a long way. And I do it. He doesn't do it. He can't hit a ball 50 yards. He challenged me. Look, I'd be happy to have a driving contest with him.辩论会规过程，川普攻打首辩的表现正明确，伊个一路是黑白讲的本事，也好受媒体锁定，事实查核无因此次一直竞争川普讲出的错误。拜登是稍声两眼无神，前半点钟还阁一直口误，对川普的求攻击的回应，都是毋捌听过安尼讲话。民主党阵营社群媒体是及时讨论，对拜登的表现是一片哀嚎，对选情感觉正绝望。拜登的幕僚对外界。这是因为拜登最近在感冒的原因。公司新闻王慧文评价。咱头拄只看到双方言辞对下，不过民调普遍是认为讲前总统 Trump 表现较好。不过毛分析认为讲这是一场悲暖政治表演，根本都无人提出完整的论述。
真注意地看大文波，目头小块结结，表情敢若有点紧张。这两个来自美国阿拉松立州的老母甲查某囝，小少看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转播。不过，因支持的对象明显是无相同款。I have learned one thing: when someone lies all the time, they just keep on lying. Hi, Biden. No. Former president.这对老母甲查某囝对互相的看法一直摇头。即届美国总统大选头一场电视辩论会真少看，打破这个惯例。第三次选前四个月来进行，也是头一摆由新闻媒体单独来主办，为避免发生亲像过去候选人中间在对手讲话时阵一直插话情况，即摆竟然规定在本人讲话时间以外主动甲麦克关起，让选民能听到完整的讲话。I think Biden wanted to shake the race up tonight, and I don't think he did that. And I think.You know, Trump has nine lives. He's still on life support. His candidacy is coming out of this at least as strong as it was going in, if not a little bit stronger. But I don't think anything fundamentally changed tonight.拜登跟川普的支持者分别对地方候选人是感觉不满。根据主办媒体的民调，辩论前后，选民都认为讲川普表现更加好。川普更加以67%压倒拜登的33%。不过，这摆在台顶讲话大声的拜登，却是对家己的表现是感觉满意。I think you did well. Do you have any concerns about your performance? No, it's hard to debate a liar.政治评论家讲，这是一场变乱的电视辩论，两名候选人拢无法到来，转变选民的想法，只伫进行政治表演，给家己的支持者看。整体来讲，这场辩论并无赢的人。恭喜新闻牛肝编译。疫情疫情环太平洋军演，这个是有29个国家参加，不过咱台湾今年游员是无收到邀请。这个军演重头戏是要把一只40,000吨级的航空母舰当作目标，演练给拍好沉去。外界就解读讲，这是在针对中国。不过美军的第三舰队司令是回应讲，这是让民国有机会才好测试武器，看伊的攻击效果。Hello and aloha.李孔李叔宽太平洋军演新上任的美国第三舰队司令约翰·韦德担任联合特遣队指挥官，亲身主持记者会，针对今年主题伙伴整合，而且做好准备。韦德表示，今年宽太平洋军演主要用阿罗哈的精神，落实安全、环境保护、专业这三大目标。军演区分作港口综合整合阶段，即届有29个国家联合演训能力，目的就是为着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And I am honored to be back here in Hawaii and to lead this exercise, which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work together and protect our shared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另外，记者会现场媒体有不到一半是对台湾来的，大家也三千问问题，关心台海情势发展。台湾是伫咧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受到中共威胁，未来敢有机会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China was not invited this year just because of the reluctance to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rules, norms, and standards. 针对海巡新德兰进程出现在夏威夷，代表双方敢会伫咧海面无意中撞到。另外，讲到中国军机扰乱台湾顶台海基地，韦德大部分是拢闪过。不过，今年军演的重点是甲瑞航舰塔拉瓦号结合阵地，外界解读是咧无机攻击中共两栖攻击舰航舰。The RIMPAC exercise will sink the USS Tarawa. It's not to prevent China invade. Could you speak, explain the purpose? Yeah, we are going to conduct a live fire event. We will conduct a sink X with the ex-USS Tarawa. It is an opportunity. It's a large vessel, as you know, and it's giving us an opportunity to conduct multiple serials or multiple events.With multiple weapons. 记者会进行的时阵，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已经有几多架美军迫击驱逐舰、新加坡巡防舰坚强号、印度导弹护卫舰，也佮有日本佮韩国的巡舰等等入港等待操演。针对军演要安怎加强，包括台海在内区域安全，为着强调环太平洋军演无针对特定国家，军演是为着共同利益，先做好一切准备来应对可能会发生的天然灾害，防止侵略行为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澳门27个的领袖高峰会正式达成协议，要提名现任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继续阁做5年。伊那是新的澳洲理事会主席，是交予葡萄牙前总理科斯塔来接任。
这条欧盟77个领袖任命，现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又一次这条提名，属于第二个五年任期。冯德莱恩身躯边会出现两个新面孔，新一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由葡萄牙前总理科斯塔担任，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会担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现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民主建设和竞争力会是新任期的核心指标之一。For me, this means that I now will seek confirmation from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my appointment after presenting my political guidelines for the next 5 years. So there's another step to do on the way forward. We are also determined, you know, to be much more efficient, much more effective in the field of the European defense, security, European defense. We want to develop flagship projects. We want to work together to identify how we can make sure that we'll dedicate more financial support in the field of defense.欧盟三巨头拢属于中间亲欧派，选举冯德莱恩和卡拉斯拢需要得到欧洲议会半数议员的同意才能进行。科斯塔叫欧盟领袖同意对赛。暗过欧盟内部议员出现声音，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不满指出，伊被排除伫一阵本高层职位的会议以外。匈牙利总理奥班搁直接投反对票。峰会期间，欧盟甲乌克兰签署一份10年安全协议。欧盟承诺会伫武器交付、军事训练等九个领域向乌克兰提供支持。A view of our partners, we stopped this Russian offensive, but this new Russian offensive proved that the existing pressure on Russia for the war is not enough. 另外，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同一天也分别跟乌克兰签署同款的安全协议，也有美英法德等真济西方国家之前也已经跟乌克兰签署同款的协议。公司新闻邓伟金编译。来关心天气的消息，南阿巴基斯坦气温南部是一直咧破40度，体感温度逼我50度，四天内上无到427个人过身。也那是即阵是寒人的南半球地理，是寒到-14.7度。巴基斯坦南部港区克拉奇，日出气温来到48度，最高的人在大日头下作息，热到要死。几落有义工提供饮料，替来往的人来泉水降温。真侪民众到海边去耍水，冷气也袂甲真好。也过连日40度以上高温，和用电需求大大来欠悬，真侪所在出现停电的情形，连电筒拢无倒切。23到26中间就造成427人死亡，其中一个以归路游民者的60人受害上较严重，太平间拢无够人使用，边个急诊室四个拢是热到破病的民众。克拉斯所在地新德兴，今年热天了，就热到要死。顶个月出现52度，地甲相款的高温，也来邻国印度今年也经过历史上上长的一波真热天气，气温超过50度，造成几啊万人掉山，几啊百人死亡。也来即个官方数字也可能严重防高价。国际专家讲，过去一个月亚洲各地极端气温变甲真严重，就可能是人类造成的气候变迁的结果。镜头转来到南半球，当地正是冬天。地理南部的麦哲伦和南极洲大区，极地寒流发威，当地蓬塔阿雷纳斯市落雪落到真高，日出现-14.7度，这是1965年有记录以来上低温的。地震更加造成自来水管线拢结冻，爱靠街路的大水桶来供水，将我都维持民生煮食的需要。好，是面临停水的危机，也提前来休寒。El hecho de que no tengamos agua falta, sobre todo para los baños, cocinar, beber. La verdad es que un gran problema es que no haya agua. Qué hago con cago con tipo que te go up de dam que tai de lai, de quien te go la pa con li, de ti de dam bo mai de run de cu, co se de a ban ban chung bang. Lai go ling go a con tiang bo hun de so zai, u gay a gay show bay gang so you. Gong si xin bun, si hui dung bay yer.来看一则意外消息，斯洛伐克一搭冰高刀是有火车弄着肉丝，这火车要整个烧起来，造成5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也若是美国芝加哥是有货运火车摆尾，当局是正在检查讲敢有危险的物件流出来。乘客挂行李落车的时阵，搁回头看一下，因为车头的部分着火。
Celá predná časť vlaku, dokázali sme vystúpiť, potom vlak zastal, dokázali sme vystúpiť, ale horí celá predná časť vlaku. 这班火箭克布拉格开向匈牙利布达佩塞跨国的车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蒂斯拉瓦当兵差不多一百座公里的新闸母基地，噶一带八十小人造成死伤。当局表示，事故地点发生地点有杂乱、有电开并高度。事故原因要来调查。美国芝加哥高科发现火焚火车经过马特森村头时准备备，当局为确保国民安全，下令在其发生地点一点六公里范围居民撤离。So initially the products were identified as liquid petroleum gas, LPG, propane. Those cars had only residual amounts in them, which is a very small amount. We again had no readings on any of our monitoring equipment of any hazards in the air.液化接收器无烧无味，数据器会真爱困，呼吸道敏感，长期接触，神经会受损，流鼻血等。因为载温量真少，加上判断油气已经挥发到空气当中，对居民无危害。了后解读疏散令。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经济学人朱新霞公布2024年全世界上适合大城市的排名，这维也纳是连续3年拢排伫咧全世界的第一名。根据分析，这个音乐之都维也纳，因为这医疗规范、个 LGBTQ 的安全都是真出格，加上这生活方面真利便，而且因个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等等，才会当3连霸。说落来，这第二名是北欧的哥本哈根，第三名是瑞士的苏黎世。也那是咱亚洲成绩上好前两名，拢是日本的城市，分别是排伫咧第9名的台北，甲第14名的东京。也若是咱台湾，毛三城市排入前100名，分别是第66名的台北、第72名的高雄、甲第74名的台中，这分数是拢达到80分以上，拢算是上头前看的城市。奥地利维也纳的饮食文化代表之一，维也纳烟肠调味酱料，侪甲予人目睭拢火气。有甜的瓦萨比，咸的瓦萨比，他妈豆酱，搁配酸的黄瓜啊，也够葱头。经济学人朱信祥第二日发布的2024全球上适合大的指数排名，冠军就伫维也纳，率先丹麦的哥本哈根，瑞士的苏黎世，澳洲的墨尔本，啊，够做会排名第9的日本大阪，加纽西兰的奥克兰。五大评分项目分别是稳定度、健康照护、文化甲环境等。其中维也纳连续3年是全球上适合大城市第一名，不过因为明显欠缺重大体育赛，所以维也纳的文化甲环境得分较低。另外四项指标拢达到满分，大阪是唯一进入世界前10名的亚洲城市。整体来讲，西欧也是上适合大的地区。除了教育，西欧伫其他四大评分的项目得分拢排世界第一。适合大的程度第二好的北美地区是伫教育得到全球上好的成绩。在全球173个城市当中，台湾今年有3个城市上榜，分别是台北第66名、高雄第72名、台中第74名，而且适合度的指数拢在80分以上。经济学人朱信祥资深数据分析师表示，这三个城市在老化的人口中，医疗保健的表现有进步。那香港排名第50，比去年升冠11名，是进步上侪的城市。北京是排81名。另外，全球10大上无适合大的城市名单也公开，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中东和北非，也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乌克兰首都基辅是因为俄罗斯侵略战争影响，地数排名仅仅第165名，也就是倒算第9名。这原来是唯一名列全球10大无适合大的欧洲城市。那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也是排上尾名。公司新闻新闻编译。咱头拄只看到中东、非洲、乌克兰因为战争封闭伫咧上无适合住的所在，即北非的苏丹嘛是其中一个。因为根据国际组织上新的报告，苏丹因为一直咧内战，是已经有近2万人死亡，近200万人有路无处，大约够一半的人口无物件通食。但是这战争阁继续扩大，恐惊是爆发全世界上严重的饥荒。驾车载到底苏丹的人到邻国南苏丹，暗谷更加侪人也阁心寒。苏丹内战的战火，一份由联合国加各国救援组织合作进行的粮食安全评估报告指出，北非国家苏丹正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好一寡苏丹人只剩树苗啊、甲土用食。
وتاني بعد سنة وشهرين ثلاثة بشوف مراحل النمو بتاعته بتختلف. لكن مما قابلت الحرب ده الطفلية هو طفلية يعني كأنه هو مصبوب صبا يعني ما فيه زيادة بالعكس فيه نقصان. 朱将军控制三年时会苏丹政府军加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爆发内战以来，苏丹到即马依然饱受内战艰难。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数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无路无处，引起全球上严重人道危机之一。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 IPC 是判断粮食危机严重程度所制定的全球标准。团队报告显示，甲去年十二月数据比起来，苏丹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指数，目前45%。Over half the population, 25.6 million people face crisis or worse conditions IPC 3 or above, from June to September 2024, coinciding with the lean season.And in the same period, some 755,000 people face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in 10 states.目前差不多850万人将近两成人口欠粮食，75万5千人面临饥荒危机。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数据显示，那对战形势升级，有14个所在可能发生饥荒，而且会加速全球上严重的饥荒危机。公司新闻邓慧锦编译。西牛角真值钱，所以讲有真侪非法集团都会走去掠西牛。即阵南非的保育人员就推出一项计划，是甲放射性的物质注入西牛角，因为这剂量真少，所以讲是未伤害到动物。不过，若是咱人食落去，巴肚底是会出问题，所以讲这款西牛角就变较无价，就是唔盲讲用这款方式来保护西牛。西牛红柱顶层尖了后，就慢慢啊抛倒来，缩落来，重点就来啊。南非的保育团体如果是开始一项唔捌做过的计划，因含科学家联手，把放射性物质放入去西牛角，安尼做的目的是为着要保护西牛。The dosage is at a fairly low level, low enough that it will not impact on the animal itself in any negative way.科学家是放两粒放射性晶片在西牛角内面，听起来是有一点仔惊人，但是应该说讲内面的质量是真轻，未去危害到西牛。但是人类若是食有辐射的西牛角，都会有真大的危险。这一定会让头拍拉的惊一个走去，搁有把西牛角当作药材的销售商。另外，西牛角内面的放射性物质，嘛真简单，就会让机场边境的安检发现，让因无法度搁非法走私。We tried to poison the horns. That didn't work. Dehorning doesn't work. Nothing works. But this is something you can't destroy. You can't throw it away. And it petrifies people, you know. Oh, it's radioactive, so we gotta run. That's what we want.会安尼做，就是因为过去不管是保育团体还是南非政府，拢想破头要来打击偷拍拉的。但是非法捕鱼同款是真猖獗，去年当地同款有要500只的西牛红台时，科学家拍算对20只西牛注放射性物质，再来定期追踪因的状况，希望新方法会当有效果，让偷拍拉的人士因为感觉真困难都放弃。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